就是他唱歌就是要的这些东西。对对对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哎，一分搞不懂，一碎碎念不懂，你看他一滴叫酒店。我一点都不会忘。这首歌。不要紧，他最近在唱《可爱的人生太难过》，你去唱唱的，呀，你搁唱了了。哇，你搁炸人家包来拜年。输本机，不能输本机啊！不能进，不可以买国外，输面来国不能钢琴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样的意思是？我跟你讲啊，他的老公是最帅，全马里面一个帅哥。真的、啊？西北烟刀啊！没有见过。西北烟刀，他老公真的比洪振龙更好看，比林建辉更好看。真的、啊？发誓，我爸那叫韩国又高，西北高。